有一船小船帆。你今天晚上得好好的伺候我一下了。你怎么今天这么兴奋呀？我没有啊，怎么了？走，我带你泡温泉去。什么是泡温泉啊？我还是不去玩了吧，我不会玩。不会吗？我带你啊，走啊，快点。还是不去了，等一下又要花钱。哎呀，我请你啊，你这个人怎么一点都不懂情调的？走，快点，走，快点。不去了。去。走。不去，哎呀，你这人去吗？去了。去，快点。不去了。去，真不会玩。会玩的，来。不会。你这男人，怎么可以这样？你不去，那我带你去逛一下吧，好不好？逛街，走一走，看一看，走吧，真的是。那走一下吧，走一下吧。无语死了，什么都要那个。你要玩吗？你要玩吗？啊！你看一下，看一下。飞凡，你要不要吃那个飞饼？要不要？不要。你不吃吗？你不是喜欢吃鱿鱼吗？我请你吃个鱿鱼吧。你还请我吃鱿鱼啊？啊！我以为你要请我去泡温泉哎。哎，说了不会玩。啊？我不会玩。不会玩了，走吧。去看一下哪里有鱿鱼，我请你吃一个吧。好，是什么呀？啊，羊肉串。我来扫，不用你扫。哎呀，不是我请你吃吗？15块钱七个。还要多久？要很久吗？要很久吗？马上要好。好，快了。好，没事，不着急。走吧。我不知道好不好吃哎，我很少吃。不就知道了吗？它的还味道挺好的。给你吧。你吃啊。哎呀，我不带吃辣的。正想要找你问个清楚，到底这世上还为何物？